今集讀海浮沉講嘅係呢條 ORB 嘅 3.5 喇去 Lightning 頭嘅 adapter。有人咧就叫呢條做鋸嘅，咁我就唔係好同意，因為第一個短啦，第二個幼啦，第三個軟趴趴。咁覺得佢似嘅朋友就，哦，你哋自己中意啦。OK， 咁呢條 adapter 有乜嘢咁巴閉咧？巴閉在佢夠膽賣千幾蚊，千幾蚊呢度。咁點解佢賣咁貴啊？佢就話嗱，兩邊頭咧就用咗啲好貴嘅金屬啦，同埋佢中間嗰條線咧。就是個線芯咧係 PC Triple C 嘅，咁 PC Triple C 而家係暫時喺銅嘅技術裏面咧，算係非常之高級啦，同埋貴啦。咁我自己咧，其實如果用開咧，只不過係用蘋果自己原裝嗰條啦。佢哋嘅價格爭幾遠，咁大家心裏有數啦。咁究竟嗰一個效果係咪真係爭咁遠咧？我就試一下先。我用的就是之前推介過 Fender 的 Ten 3。首先聽了蘋果先。好，聽完 iPhone 條鋸，我都講埋 iPhone 條鋸 ，ORB 條鋸。好了，啱啱簡單聽完兩條線。聽咗後面嗰條就會覺得前面呢條咧嗰啲聲係爛嘅，但係後面嗰條咧係我會覺得係正常聲，冇 loss 嘅聲嚇，即係好似我將一個個耳機插落個 player 嗰度聽，因為冇辦法啦，咁你而家 iPhone 冇咗一個 3.5 頭啊嘛，咁但係如果插呢個咧就真係有啲唔。正常，即係插白色呢條，即係我唔係話讚緊話條 ORB 話好得，而係佢原裝嗰條實在係，如果你本身個耳機係有翻咁上下價錢，有翻咁上下質素嘅咧，就呢條就好唔得。咁所以如果你係本身有一個貴價啲、有質素啲嘅耳機，咁跟住你又要經常用 iPhone 嚟聽歌嘅咧。咁呢個咧都可能走唔甩，要試下嗱，要試下咋嚇，因為我始終都係覺得佢呢個價錢咧係有少少 over 咗嘅，即係可能佢嘅料拆出嚟係值啦。咁啊，睇一提佢另外咧，仲有一個賣點咧，就係話係日本全人手做。咁不過啦，日本嘅全人手做，再加埋貴金屬頭，再加埋佢兩條好貴嘅 PC Triple C 嘅線芯。是不是去到这个定价呢？我是有些质疑的，但是的而且确它是超越它非常之多的。